咱在座的大员、大德、师兄、师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即马要来继续去这个七进段，这个北七进。你即马甲编吼四十五页，啊，第九里开始。哦，咱即下看，先天随处皆考验，好啊。伊讲咱即马大家讲要修先什么先天啦、啊，什么后天啦、啊，但是呢，对这个先天哦。咱无论在什么所在，咱都有法度去家考验，什么是先天，什么是后天。真正咱若有吉祥、有吉凶，这用个讲就是后天。啊，若先天本来就无吉祥，嘛无吉凶，会使讲吼，行中央啊，咱讲中央这条路顺任自然落去，落去行落着，搁再刷落去。莫以人心干先天。六欲人心感先天，先天远不可得，得道心感先天，先天即在目前。人心者，即一心暗昧贪求之心呀；道心者，即天良发现之心啊。即马王定祖师来甲咱讲，讲恁哦，唔通将咱即个人心，即、這个。干预啊，就是吼插入，吼、哦、这不是时间咯、哦，插入就是插入加入的意思。讲你唔通用咱的人心来插入加入这个先天。假使呢，你一个人那用咱的人心来插入在这个先天啊，那安尼你先天你都无法度得到啊。咱爱依靠咱的这个道心来加入这个先天。那安尼呢？先天就在咱的目睭前。那么，什么是人心？什么就是吼，就是吼，就是道心呢？人心就是咱的迷迷茫茫的心啦，吼，对迷茫，就安怎迷迷茫的心？为名为利，吼，这个贪求，一直贪落去，贪袂使讲吼，贪袂先，较济都要要。啊，那道心呢？就是无迄个贪求的心。一个人若无贪求的心呢，啊，这就道心啦。啊，道心是啥？就是咱天良哦，咱天良哦，天理良心的心。所以咱常常在讲讲，你都爱天理良心哦，你都爱天理良心哦，吼、哦，我哦，就俩讲啊，你都爱做代志，都爱天理良心。啊，你啊，天理良心就是咱的道心。啊，搁再看下文就是，天良既发现，先天不求而自得。所以这个天理良心嘛、啊。一旦发现出来，那安尼你先天唔免去求，自然你就会得到，搁再刷落去。欲要克兵，欲兵者，非克风寒，疏烈之兵，要克贪嗔痴爱之兵。讲咱今仔日啦，发现这个道心了后了，啊要安怎呢？啊就爱治起咱人这个。这个毛病，吼，咱每一个人都有毛病啦。但是你今仔要注意哦，咱即摆讲要治咱的毛病吼，咱的病，唔是要治这个吼感冒啦、寒着啦、啊拍着热啦、拍着寒这个病吼，唔是哦，唔是这个，唔是这个感冒哦，唔是咧拍寒、拍热，唔是吼，唔是咧讲咱身体的病，是要讲治咱这个贪嗔痴爱这个病。贪就是咱人的贪欲。真就是咱人的真慧，痴就是痴疑，爱就是吝啬啦。人要讲爱就是求啦，吼求。所以咱自古以来有一句话讲，讲真药医假病，真病就无药医。有的人吼感觉讲奇怪，啊是安怎真药来医假病呢？啊假病就是咱这个假体病啦。就是咱即摆所讲的讲啊，寒着啦、感冒啦、拍寒、拍热或者病，啊，若是真病呢，无药医，无药医，吼、哦，无药通好医。真病就是咱即摆所讲的讲贪嗔痴爱，所以一个人要治这个真病哦，就是要用这个天良发现这个心，哦，要明白这个先天大道。那安尼呢，你这个真病啊，才有法度度掉，搁再刷落去。
此悲一曲，百病不生，可以延年益寿，可以成佛成仙，为圣为人。即卖伊阁讲，假使一个人，你若自从这样的贪嗔痴爱，甲伊治了后呢，好，这个毛病啊都袂生出来，吼，就都袂生出来。那安尼，咱就可以会用哦延年益寿。即卖个延年益寿哦，唔是讲咱的身体寿命吼，唔是哦，吼，就是讲咱吼就有法度来不生不灭，吼，啊，就有法度来成佛成仙，可以哦做圣人。做贤人，搁再刷看下文落去。金匠这一步功夫，团意立定，当面而行之。啊，即马王重阳祖师就对这个马丹阳因翁仔某就安尼讲啊了。讲我今仔日吼，要注重治咱这个吼，他这个真病这个功夫吼，要传予恁翁仔某，啊，恁都爱勉励哦，爱赶紧去修呢，吼。啊，即马搁刷落去。渡悲之道，要渡悲根，顺着其根，悲不难渡呀。吼、哦，伊讲吼，咱今仔日要渡这个悲的功夫吼，上界要紧，爱渡咱这个悲根。啊，要渡这个悲根，就爱找这个根出来哦。唔是讲一丛树哦，给错掉，吼、哦，给它错这个。敢若迄树头无错，甲迄根无错掉袂哦。敢若一丛树仔遐甲错掉安尼啊，主爱主规丛的树仔吼，嫌迄根都甲伊敲起来，安尼来哦，啊你就免烦恼啊。咱的病自然哦，都袂搁再吼，搁再起起来，搁再刷落去。积悲多伴将贪嗔痴爱得来，又有酒色财气所得。伊讲今仔日呢，即贪嗔痴爱即个毛病啊，大多数都是用都是低质啦、酒啦、色啦、财啦、气来所得出来哦。佮刷落去，如果修行之人必先度酒色财气，弃其外感，消绝贪嗔痴爱，弃其内伤，白根自拔。白体自利，然后大道可修，终生可得。伊讲即马吼，为了安尼吼，咱是今仔日修行人哦，你头先都爱渡这个酒、这个色、财、气，头先爱起这个外感，卖吼这个酒啦、色啦、财气来甲恁感染，后来咧才绝掉咱这个贪嗔痴爱，才去掉一切这个魔念，内伤内心就是安那。咱的心搞搞滚，就是迄魔念啦，迄魔念安尼哦，过去都一直讲过去啦，啊未来都安尼哦，安尼拢袂断，拢无想讲干前面那修，干那一直想这个魔念。那安尼，你白金要哪法度治掉呢？啊，你若自从这个过去的一切魔念都甲除掉了后，吼，安尼来你自然啊，安尼这个白金吼，这个金白体。自然就会好啦。了后，咱大道都法度修啊。啊，若无你干那一直在啊磨练，啊你要安怎修大道？吼、哦，你讲这句话是真重要哦。所以咱修行的人哦，卖去磨练，啊嘛卖去想甲有诶无，专心咱要安怎修就好啊。吼、哦，你若安尼讲要安怎修，你就法度得到啥？长生不生不灭，就法度做仙、做佛、做圣人，就是安。搁刷落去。禁止酒力利言，有人知酒之危害，以多呀，誓必杜之。伊讲今仔日啦，咱吼头先都对这个酒先来讲起吼，即马开始为这個酒开始讲起。有个人知影啦，讲这酒吼对咱的这个道吼有真大真大的阻碍，啊，咱就想讲啊，这酒吼要甲伊杜掉去，佮刷落厦门。急见酒有沉沉以解自敌，或因人款，或见人行灵，离随有欲，应之意，此乃酒之白根啦。但是呢，咱今仔日吼看到这酒吼，啊，你就想讲啊，当要啉酒哦，啊，因为吼我已经都有去受戒啊咧，啊，我都无爱啉咧，啊，唔过咧，因为看人劝你啉。也是讲吼，讲啊，不要紧啦，啉一杯啊啦，吼，也是讲看人咧吼，咧化群啦，啊，好，人咧啉烧酒安遮尼好呢，心肝底就想咯，想讲啊好啊，
啊，人都咧鼓励啊，啊，咱就来饮一杯啊。这就是啦，酒的病根啦，哪里都无法度治疗啦，搁再刷落去。独家属于起义之时，独是放任绝境之根。但是你今仔日这酒吼、哦，要甲堵掉去，就是吼、哦，咱这个义，哦，咱这义啦，咱这第六世这个义吼、哦，啊，甲伊堵掉去，安尼吼，这个酒的根哦，才有法度甲伊堵掉啦。对这个酒这个问题啊，有人讲啦，讲到底是饮酒好，也唔好啦。咱老师有讲这个酒道的专题，吼、哦，这个落吼较。较早讲录音带啦，啊，即马 DVD 有做无做，我唔知啊。吼，即马就讲咱老师即录音带专辑，即酒道你也了解哦。啊，你着要安怎来饮酒？简单讲，就是酒饮而不醉，醉而不乱。咱若袂爱饮的人哦，卖饮。像我袂爱饮的人哦，我看到酒哦较好，我就袂夹担。人讲哎，饮济饮济，因为我无爱，我都无兴趣啊，我嘛不爱饮，所以我就无爱。吼、哦，你卖吼，你吼，你就卖去甲勉强。咱若知影酒道的人哦，啊，才有法度来修道。吼、哦，确实饮酒落去那醉啦，啊，醉后哦心情啦乱咧，啊，就来惹代志啦，啊，就来乌白讲啦，讲甲天花乱坠安断，乌白讲咧，那安尼最好卖饮。啊，你若安尼迄块的人哦，最好也无爱甲伊啉。所以我是无爱啉酒哦。不过我若看人迄块啉酒哦，我就真正哦，无啥讲哦，想讲要叫伊啉酒，安尼就对啦。我就袂去遐鼓励啉酒，就是安尼。搁再刷落去，幽灵知识危害，以多者色必毒之，极见色幽念念以解自知。但是有人知影呢，讲这个色会来阻碍咱这个道啊。啊！你心内就讲啊，我吼要甲伊堵掉。唔过啦，看到水查某囡仔呢，哎呦，心肝就安尼哦，尿尿动啦，就安尼尿干。但是哦，为了讲啊，我已经都去修改啦，吼、哦。啊！你勉强要甲伊忍掉嘞，吼，该忍该忍掉嘞，搁再刷落去。血胶珠献味，腰吊定情，你心味波动，谁有羡慕之情？本不精通，离处境一起，即如通俩，处乃色之白金啦。但是你心内就想啦，我即马对这个色吼，我一定要甲伊改掉，甲伊堵掉，因为当我已经落去修改啦。吼、哦，咱这个五改，吼、哦，咱这个五改色毒淫魔酒，吼、哦，这个吼，这个吼，有这个吼色毒淫。哦，魔酒这拢这内底拢有咧吼，哦，有淫啊，色毒淫嘛，迄就是淫。对这个色，我已经哦有去修改啦，我就不爱咯。唔过看到水查某囡仔，你甲我塞奶啦，啊，看到水查某囡仔腰娇体态啦，哦，啊，咧甲我安尼，甲我安尼吼，对我的爸爸的这个啊的温柔啦，啊，我心里就摇动安尼，啊，心内就想讲啊，好啦。无啊，加减吼，过来甲伊笑一下，甲伊笑淡一下嘛好咧。哦，本来啊，你这个人虽然哦无恶脾来啦，虽然你无甲伊安怎样啊，唔过你的心情已经起啊。啊，看到这水查囡仔都想讲啊，该来甲伊讲一下啊，就安尼就是起啊。那安尼啊，你已经犯了这个色戒，这就是色的病根啦。搁再说落去，毒者属于起情之时毒者。放靠正气基金，讲你今仔要堵这个色的金，要安怎堵呢？你就爱吼，咱这个情，咱这个情要起的时候，就好甲堵掉啊，就甲制止俩。心情吼要起，就爱甲赶紧甲伊退掉。那安尼这色的金，才有法度灭掉。如迄当时啊，我即摆来引一个吼，较早一个小故事，较早释迦佛祖。啊，有一下吼，迄当时有一个国王哦，咧听专有咧听释迦佛祖咧讲道理啦。伊看到释迦佛祖哇，生甲啊遮尔啊烟头，佮话佮遮尔啊敖讲哈，名声佮遮尔好。哎呦，佮安尼哦，伊个人要讲讲，伊相当一个佛祖啊，所以名声真哦。所以伊就来释迦佛祖咧，佮释迦讲吼，师啊师啊，我将阮个查某囝来嫁吼，互你吼。释迦佛祖讲，恁查某囝敢有遐水吗？哈、啊，敢有遐美丽吗？敢有遐可爱吗？啊，迄、那个国王就讲，哦，那我个查某囝哦，足可爱的，足水的，足漂亮的。伊讲敢有影？讲。那我想哦，无影，
恁查某囝全身躯拢是一个所在，拢无水。恁查某囝身躯是一个臭皮囊啦。哇！迄阵仔国王听着吼，足无欢喜咧。哦，阮查某囝香水难嗅落去啊，香公公哈。啊你哦，讲话是妖娇阁美丽。你讲阮查某囝是一个臭皮囊。伊讲世尊啊，你爱甲我讲清楚哦。你若吼，你若讲阮查某囝是一个臭皮囊，是安怎臭皮囊？互我听。你若无讲清楚吼，我唔帮你说。释迦佛祖就笑笑，就讲啊，讲你唔信哦。恁查某囝吼，若几工啊，卖洗头毛啊，啊就安怎？臭油垢。吼、哦，啊你吼、哦，你吼、哦，你吼、哦，即摆那迄个吼，这恁查某囝迄嘴哦，卖洗，几工啊，若无洗吼。啊，就迄臭嘴起上，你甲鼻迄嘴臭臭，吼、哦、吼、哦，就臭臭。有人讲啊，古早也无去过咧，吼、哦，也无去过，啊，要哪洗？唔知哦，柳枝啊，迄柳枝吼，迄柳枝有两种，一种香的，一种无香。迄香的吼，你若冲迄柳枝迄歪啦，迄软软啊吼，甲夹破，来吐嘴气，吐嘴气上就对啊。比过咱的去过吼。洗得更加清气，哦，咱古早就是安尼，所以吼，迄气个哦，吼，唔是讲无哦，吼，无亲像即摆讲安尼，用个气膏安尼，哈，遐尼文明啦。伊讲吼，啊，喙齿若几工啊无洗吼，啊，就臭去喙齿上，身躯若无洗呢，臭汗酸。卖讲身躯几工啊无洗，那一工个鼻就臭汗酸，臭汗酸啊啦。少年我也要叫他老哦，像我这坐会哦，真正有哪个我都拉皮咧，拉皮讲，啊，但我有咧臭老嘢，啊无咧，真正你若无洗哦，真正有迄味，真正咧吼，所以哦，我就吼，伊则讲，那几下无洗就臭外酸啦，脚骨也无洗呢，就臭脚烧啦，唔信哦，你囡仔尿珠啊，你若无甲换吼，会使讲吼，哎，会使臭尿破哦安。真个味足歹味嘞！你甲想啦，全身躯内面，除非就是你安尼哦，安尼家有哪家洗哦，啊有哪家抹香水咯，啊有哪啊面咯，有哪去家裹粉咯，安尼才有水啦。无你搁看多一个查某囡仔拢卖甲裹粉，看伊咧偌水，吼、哦！你到照讲安尼看安偌水啦，吼、哦！吼，绝对就是无一味香啦，拢是臭皮囊啦，拢是硬硬甲整起来啦。这道理真好哦！你若安尼甲深入，真正有影，多一个外水，哈，多一个外水，爱心水啦。外表唔免讲，你讲一直装，即摆人你甲看，装甲是一只哦。有个人哦，较侪岁嘛，装甲画哦，画甲安尼哦，安尼，伊感觉真水哦。啊，那迄内行啊看到啊，迄未输迄或者妖精咧，真正无水。所以释迦佛祖讲，真正就是臭皮人，有啥物人可爱呢？吼，啊，那死去呢？这水查边啊，可比啦破皮死去啦，吼死去哦，两双手吼，两脚六叠，你敢活去？死去伊啦，死去看你敢过活？我水查边啊，遮水啊，遮可爱，你敢活去无？看你敢活吼，绝对唔敢吼。所以讲是臭皮囊啦，吼这是吼，释迦佛祖对国王讲，啊，他国王可以讲遮了啊，无话通讲，有影呢？有影呢，阮查某囡仔有影，那你啊照安尼拢卖甲洗，卖甲当，卖去抹，看偌水哦，无话通讲啦。吼、哦，所以咧，这王重阳祖师讲，你敢若看着水查某囡仔起情，你都爱想讲这臭皮囊啦。我才想起哦，咱老师吼、哦，讲有一个人，讲有两个人啦，讲伊哦看着水查某囡仔，心肝咧蹦蹦跳，咧挡袂牢啊。啊，一个有想讲，敢真正遐尼啊？汉尔啊，你挡袂牢，讲丢啊丢啊，要安怎？讲安尼若挡袂牢，安尼迄一间吼，迄间内底一间厝吼，足水的，你去哦去看。我先走出来哦，走入去，我向右，我走出来，我先安怎？看到一个老嬷嬷阿婆啦，老哭哭，我看到，这心肝这火都拢切落去，拢无啊！伊讲丢，你就是安尼甲倒转来看，你若你吼，你挡袂牢。啊！看到这个色的时候，你若讲水查某囡仔，你心肝咧澎澎，你甲当作讲啊，迄查某囡仔是臭皮人，还是老阿婆、老嬷嬷？那安尼你就袂去啦，就袂去这情哦。所以咱道理就是听了后，咱要安怎制止？
因为安怎，翁仔某若正常，迄是正淫的。你若到乌白来，你下淫，你都爱落地咖咖的，哦，是毋是安尼呢？所以哦，你都爱查讲，咱这个起情的起哦，赶紧来除掉伊，啊，你都拔这色的根啦，哦，这就是。这个王强的祖师就安尼咧讲哦，讲要安怎夺这个色，要起的情，咱就好甲低调起啊。哦，啊这，佫刷落去，可见酒色之白金，该藏于心意之间。欲起白金之道，先正其心，后生其意，离白金自断啊。伊讲若安尼甲看起来吼，这个酒甲这个色。哦，这个白金啊，拢藏在咱人这个心意的中间啦，对啦。所以你今仔日哦，要去掉这个白金的道呢，你就爱吼头先爱纠正咱的心，后来爱成咱的意，这白金自然就会断掉啦。我刷落去，其白金之不断者，由心意之未正呀，心意未正，恶法一念。水不精饮，离处以以欲饮呀；水不精通，离处精以欲通啦。伊讲今仔日哦，咱这个病根是安怎啊无法多断的？哦，这酒色是安怎无法断的？就是咱的心意哦，无法多静。咱的心意哦，那一个无静呢？有时哦，你心呐发一个念头哦，虽然讲你无饮啦。无啉就是无啉烧酒啦，咱的意已经啉啦啦。虽然你吼，因为啦，你的念头出来看人咧啉烧酒都好啉，啊，毋过我都无要啉，啊，毋过看到心意发出来，无啉等于有啉啊啦，就是你的心肝已经有啉啊，按意思就是安尼吼，就是安尼。虽然讲你无甲这个水查某囡仔斗阵，毋过你看到心都动啊，是这句的，已经都在作伙啦。即句话是安怎？因为咱要修先天的啦，所以先天啦、啊、都无这个心的这个欲，大家这爱无欲的存在，就是未去想到。我们在讲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我哋要修先天，就是爱安尼哦。哦，过再刷落去。先时缘无初相，因感外而动内，由水中之月暗色极水。水动即月，亦亦鼓动。虽无其实，离形影已遥呀，真道不可得呀。讲虽然啦、啊，咱头先哦，咱无这个思想啦。本来我都无想要这个酒甲这个色，唔过因为到外来感到咱的内心，或看到外口这个形式来，就拉清楚咱这个水底的月。你甲摕一粒石头吼，安尼解。摕你水底有个啊，你摕一粒石头甲弹落去，啊，这水就会震动啊哩，啊，震动迄月就会震动。虽然哦，这唔是事实呀，唔过这形影已经震动啊，哦，你甲弹落去，影，迄月影嘛咧震动，所以咱的真多都无法度得到啦。哦，你若安尼哦，这就是种比如哦，搁再说了，欲求断根之法。奴有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，见而不见，闻而不闻。所以，咱今仔要读这个酒色，这个断根，这个方法。咱儒家有讲一句话，讲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。看到咯，甲当作无看；吼，听到甲当作无听。这句话，这是出在《论语》甲《大学》的这个文啦，吼。哦，所以吼，对这个。对这个非礼勿视哦，即摆哪个即摆都已经十点，后期咱再来印这个《论语》甲《大学》有即句话吼，咱后期咱再来写在黑板，啊来做参照。啊，咱即摆就到这来结束啊。感谢咱这个大贤大德哦，甲小妹收听，小妹口才无好，但是哦，我咧讲哦是真拍命讲哦，我真正要讲。啊，恁咧听，恁嘛爱真认真听。啊吼，我就讲。重要甲记起来，啊，若无重要吼，对咱修行无重要，咱就甲放弃。安尼，咱甲记起来，咱就有法度做。当然嘞，你若要讲互听，啊，你就爱安尼啦，就爱写字，爱讲。啊，最后我祝福恁这大贤大德师兄师姐啊，身体健康，道业精进，谢谢。有台南人的心中
忙到下面担多是不担钱，心是讲得无，身是讲得根本。